马枪，是的，小刀马前面的一个三出，一波七波大空地，怎么说？你倒带走。现在 WBG 的话，确实情况不容乐观啊。是的，哎，还有很大空间吧。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自己，就是有这个实力。外界也有很多的声音，有很多的那个去质疑我们的现在人类的水平啊，想着尽量的出最贵的舞多去迎接上比赛，自己能上就上。那我们恭喜 ACT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。他们的状态加入了神醉跟猫猫之后更能牵制了。这次的这个人员配置是所有赛季中最好的，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机会。大门已经开了，这我再躲掉，不要贴魔鞋，直接跳地下四跑，双加速拉开距离，没有闪现机会、还有交钩。那这样的话 WBG 的使用者是完成了一个三人三跑，这边前锋直接拉去关翔的撞救也被杨某给挡到了，被打到了。这一波杨某直接你可以做的是再给守护人那边补个近身，看有个有点的机会给他们的恐惧震慑。我们战队如果打 ACT 的话，我觉得五五开吧。请你们掏出一些攻击性强点的阵容来干我。